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哗啦当当当脆球第四天搬运食物的规则小队紧急转弯的脆脆大军活动攻略，元神 4.8 活动攻略一完结。脆脆球活动第七关，用绿色球把白色球都弹出红框就行，发射到白球中间。一共有两个绿球可用，剩下的两个球可以随便发射。第八关，用红球把黄球粘进红框就行，有两个红球，蓝球是吸引，用来修一下位置。